如果羌民所有数字相乘，就是它的后坐力，数字越大后坐力越大，没数字后坐力就不变，游戏会如何呢？不啰嗦，应该有这些改变。一 M762 没人会用，这样一改的话，步枪里面最惨的当属 M762 了，后坐力就是7×6×2=84，像 M416 M16A4 才24， MK47 才28， G36C 才18，相比之下 M762 的后坐力就太大了，从此以后没人会用 M762 了。二，三大天王彻底凉凉。在羌民数字系列有四大天王，他们就是 S686、S1897、R1895 和 P1911。如果这么一改 ，P1911 就只有9点，幸亏它一多啊，所以它会变强。而前面三把枪就彻底凉凉了，数字一相乘都是好几百，这谁还用啊？可以删除了。三 ，S12K 成最强喷子，这么一改，最强喷子绝对是 S12K， 后坐力只有1×2=2。这个后坐力连冲锋枪都不如，而 S12K 最大的短板就是高后坐力，现在完全没缺点了，直接就逆天了。四 MG3 无敌了，这样一改，全武器最强的当属是 MG3 了。MG3 这把枪有超多的优点，瞄枪极高，子弹速度快，弹容量多，而缺点是后坐力极大，换弹慢。这样一改，它的后坐力只有小小的3，钢枪就真的无敌了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认为还会发生什么呢？好了，我们下期见。